这要洗几遍吧？一粒搁来洗一遍就好。好了好了好了 ，OK 了。啊，盖焖一会儿，焖一会儿倒掉，烫茶杯。你再稍微等一会儿。嗯，可以泡起来，你先倒水泡起来。嗯，你看这个一会儿就泡出来一水了。完了，把四个杯子烫一下。嗯，这是细节，细节会什么？会决定什么？成败。哎，专业。程序化一定要很严谨。强迫症的男人有多么的恐怖？我也有强迫症。强迫症会拧牙膏的，老公。你问问爸爸，你们。爸爸，你会拧牙膏盖子吗？怎么不会拧、啊？就是拧开之后，你会把它拧回去吗？拧开不是用完了就不拧好吗？肯定拧好啊。你看到没？用完了呀。用不是，它是用过之后它就会拧。我就是拧完我不给它拧回去，因为晚上还得用，就干的呀。这话说，那你晚饭还要吃，你早饭吃完了还吃？所以你就不是强迫症。特别可爱啊。陈皮还挺好的，那天他们还给我发说多喝陈皮好呢。多了陈皮，你要拿地去？就你家里有。宝宝得多喝茶，因为喝茶就能多喝水。嗯，你要陪他喝哎，啊，他不喝水不找你吗？忘了就一样的，跟我一样。坐在那边两人一起喝，那就可以了啊。汇报会一下你们这几天的工作，大家向我汇报就可以了啊。叮咚，您的好友张导已上线。你几天没去汇康复去了？我现在就是把身体给准备好。现在还没有，就是还没有系统起来。你现在下面的体能是谁带啊？蒋达啊，蒋达啊，对他打算跟李导先，就是要两个月的时间，就今年专门针对力量，对，然后恢复什么的，就是像你的话要从小力量开始，对，小力量多次啊，就是让我有一种回到了第一次来他们家的感觉，有一些小紧张。因为我老丈人原来是教练嘛，所以说他就有时候会有一种教练的口吻来跟我们交流，但是我们也都很习惯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所以说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听着就行了。你爸妈从小对你严格吗？你觉得小时候很严，很严格、啊、冠希看到我爸会瞬间变成一只小绵羊的感觉，就是乖乖仔那种感觉，就啊啊怎么啊，好的好的，这种就像我们所有人见到郎指导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一见到他气儿都不敢喘。